因为你的铅笔掉了。你要用哪一个？我们有眼睛的。啊？你要月亮啊？有成功的吗？要成功的。那再来要玩哪一个呢？我有带很多鞋子。哎，要捡起来哦。哎。好，谢谢。依依，你的铅笔掉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你的铅笔去哪里了？你刚刚掉地上了，那个哥哥帮你捡起来。在玩什么？这是积木哎。哇，怎么全部倒下来了？你的房子倒下来了。哇，这里还有很多积木。哇，这是你做的，要给它照相吗？那你还要再玩一次吗？